就少了一个女儿，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妈啊，你跟 Billy 演的比较好。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， 再过不久我的女儿叫不论说离开我了，她也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头也太笨了吧。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怎么样，我现在一直想说他只要一烦我要干嘛，我就想说你赶快走好不好。可是想到我如果真的那天拿离开的时候，我一定泪如雨下，这样就少了一个女儿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妈啊，你跟 Billy 演的比较好。当然了，因为演MV 是认真的、啊、我就是生活化的、啊、但是我觉得还是开心胜过难过，我希望他展翅高飞。